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69面，269面第6行，从第二句看起。随事发现，有可退意，不定性人，亦得能发。顺理发心，即无退转。菩萨性人，乃能得法。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假使诸佛穷劫言说，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接着了，祖师大德为我们开示，发心功德不可思议。修学大乘，发菩提心是第一桩大事，也就是说，我们要出门，首先要知道目的地，要知道方向。这不是普通的出门，这是要出三界之门，要出十法界的门。我们的目的地是极乐世界，是去见阿弥陀佛。我们的方向，娑婆世界的西方。这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不发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无论怎么样的用功努力，终极达不到目标，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前面祖师大德给我们说了两种发心，一种随事，一种顺理。随事就是四弘誓愿，真正发心，依照这个目标方向啊去修学，肯定有成就。学佛的同学，受了三皈，甚至受了五戒，也发了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诸佛菩萨们发的，我们也跟着发了。人家发了是都做到了，我们发是发了，没做到，就是根本就没有去落实。所以这一生呢，是在讲时间很短暂的。100年说起来好像很长，其实真的是一弹指，时间过得很快呀。从小到老，到老死，一无所成。
啊，这是什么原因？疏忽了我们这一生努力的方向跟目标。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啊，我们今天看这段文，感触就很深了。啊，随事发心有可退。啊，有可能退转。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实在讲，只有这一愿呢。诸佛如来在因地上修行，为什么？就为这桩事情，没有为自己。如果为自己，就很容易退转。如果真的是为众生，特别是你看到苦难的众生这么多，那我们现在一般看见的是跟我们同一个空间为次，不同空间为次的我们见不到啊。啊，但是也有人见到了。我们相信那不是假的，因为不止一个人见到。啊，几个人见到，他们看到境界是相同的。不完全相同啊，大致也相同啊，那这就不是假的啊。看到之后就知道有更多的众生啊，啊，六道众生全能见到的。那是要有特殊缘分啊，修行人呢得有相当功力啊，不是一般凡夫能够见得到的啊。你看到越多，看到的境界越广大，你就晓得在六道里头受苦难的众生有多少，无法计算的。啊，我们是不是像诸佛菩萨一样真发这个心的要去帮助他啊？发这个心不错，你真去帮助他，你得有能力，你拿什么去帮助他？啊，所以后面的三愿就是你自己把尘起断出来了，你才有能力去帮助他。啊，断烦恼是德行。啊，自己烦恼没断，你就帮不了别人，那是肯定的。自己还迷惑，还在搞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出轮回？啊，断烦恼是第一条大事啊！啊，怎么断法？我们在这个世界。去了很多国家地区，
我们看到了，在家学佛的同学，十善业没做到啊，出家的同学，基本的沙弥律仪没做到。那我们就迷失方向，也迷失目标了。为什么？起心动念还是顾自己。还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这有什么不好呢？在世间人来讲，没什么不好。在佛法里面讲呢，那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在哪里？你要晓得，轮回从哪里来的？那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大乘经教里面佛说的很多啊。六道轮回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执着这个身是我，不肯放下，这个执着现出来的境界，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嘛，有这么一个心想，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菩萨造的，不是上帝造的，与阎罗王也没关系啊。自己经上的说的是业力变现的。什么叫业力呢？思想言行叫业力。大乘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六道轮回是从心想生。换一句话说，事出事法，没有一法不是要自作自受。你自己造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享乐；你造六道轮回，你在六道轮回受苦。与其他的人决定不相干，全是自作自受。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懂啊！那不懂就错了。所以这个愿发了愿要兑现，要真干了。从哪里干起？从弟子规开始干起。弟子规里头总共讲了113桩事。我们这日常事情太多了。这113桩事是个代表，是个行动的纲领。展开来呢，跟菩萨戒律没什么两样。菩萨戒律诸位知道啊，84000细行啊。那个84000细行从哪来的？十善业展开的。你看，只有十条展开来，84000细行。十条能够展开为84000，113条展开，难道比不上84000？《华严经》上说，
一皆一切，一切皆一。这佛给我们讲真理。所以，任何一法展开，遍法界虚空界。啊，归纳收起来就是一法。一皆一切，一切皆一。道理我们明白了，事实真相清楚了，心就定了，不再心浮气躁了，应当认真好好的来学习，首先把弟子规背熟，背得很熟，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遇到什么境界啊？《弟子规》里面教你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置，这个句子立刻就现前啊！这个是戒律的基础，戒律的根本啊！《感应篇》要说。感应篇字也不多大概1500字左右，十善业道也不多我们编了一个戒要，大概只有600个字这三样东西是根啊，戒律的根戒律的本源呢，没有这个东西，戒律从哪里生出来为什么古人学佛三规众戒为一，他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今天做不到？人家的根扎得好所以无论出家在家修学都有很殊胜的成就我们今天修不好，根疏忽了所以年轻的同学不能疏忽扎根50岁以上呢，这是进入老年了没有扎根也可以不必扎根，老实念佛求生净土着重在老实，老实念佛那就是有定功戒、道功戒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也自然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一句阿弥陀佛是众善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就是阿弥陀佛，无量觉，你看看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就是皈依佛，觉而不迷你看六祖大师在坛经上讲三皈依讲皈依觉，他不讲皈依佛，讲皈依觉，佛之觉也这一句做到就圆满了念念觉，时时觉，处处觉老人走这个路子，为什么记忆力不行了？叫你念弟子规，你背不下来了，你就乖乖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
啊，一心专念就是定功业，念到自己有悟处了，那就是道功业。啊，一句佛号没有一样不去做。年轻的同学，那三个更要背。啊，你们要做出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真正落实还原光上的四德，那是信德了。啊，那是佛菩萨的样子啊。啊，随缘妙用，为宜有责。啊，如何制止待众生苦？啊，年轻人要发心，弘护正法。啊，正法久住的责任在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不肯真干，那就不负责任。啊，对不起佛菩萨。所以世上发心不定现人，他也能发。啊，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不定心。不定性就是不定是善，不定是恶。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善有恶，是不定性的。那下面讲顺理发心呢，即无退转。啊，那是真的。顺理发心。这个理不是解悟啊，而是证悟。证得之后他不会退。你看经上告诉我们，小乘粗苦啊，大乘粗性位的菩萨，他们证果，他们发心是真理，所以他不退转。啊，不要瞧不起须陀洹。啊，粗性位的菩萨，他们是圣人，就入圣流了。啊，凭什么入的呢？他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放下了，不再执着了。换一句话说，他不再执着生生活。叫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是生生活啊。人家不执着生生活了。那生是什么呢？生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他知道身体是我所有的，身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呢？我不生不灭，身有生灭，我没有生灭，这个要知道。啊，世间人认为人死了之后有灵魂，灵魂没有生死。啊，那是我啊。灵魂又去投胎，又去找个身体了。啊，这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为什么在六道里轮回？随业受报。
啊，他要是一生行善，啊，投胎找个身体，肯定找到很好的身体。啊，如果心行不善，他找的身体就找的不好的身体，找畜生，找恶鬼，找地狱。啊，这都不好，是不好的事。啊，他怎么会去找呢？业力在那里作怪，业力牵着他走啊。啊，所以他没有能力辨别，所以我们讲灵魂，实在讲，他根本就不灵。那灵是我们尊重他了，客气的，他其实他不灵啊。孔老夫子讲老实话，孔老夫子不说灵魂，叫迷魂，那叫游魂，叫游魂。啊，佛法里面称迷魂，他迷而不觉，啊，他没有智慧，有智慧。怎么会到三恶道去投胎？怎么会选那个地方？啊，他没有智慧。啊，所以那个那是真的是自己，那个不是假的。啊，如果灵魂觉悟，就不叫灵魂。啊，可见的灵魂是迷惑。啊。迷是他，觉悟也是他。他一旦要觉悟了，在佛法里就不叫他做灵魂了，佛法叫他做灵性，那就是本性。所以，小小圣人，啊，像须陀洹这样的人。小小圣人，他还是迷而不觉啊，没出三界，但是修得好啊，他有能力养成很好的习惯。我们古人讲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清净身心。啊，他是凡夫，因为清净圣贤，他就染上圣贤的习气了，啊，习惯成自然了，啊，他也不退转了，他修的善根，这善根不退转，他叫位不退。啊，佛家讲三种不退缘，第一种不退缘，他真得了。啊，一直到阿罗汉，到辟支佛，这都是位不退。再往上去呢，那就是菩萨了。菩萨不但位不退，行不退。啊，你看看小圣。阿罗汉辟支佛行还会退啊，你别度众生，众生太难度了，阿罗汉就放弃了，不度他了啊。可是菩萨不会放弃，菩萨怎么样艰难啊，也要帮助他。啊，佛经里面这些故事很多。啊，很耐人寻味。所以是难行能行的。难忍能忍。那是菩萨。
行不退。到明心见性，这叫大圣。他出了十法界了，这个是念不退。这真正是此地所讲的顺理法性啊，这个理是自信，是心得啊，他这个确确实实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不会再走弯路了啊，一直就向着如来的过去，叫什么人呢？在华严经上初住以上，他们居住在十宝庄严土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提升到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无上正等是讲究竟圆满，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没有了啊！所以顺理法性呢，是讲这些人的啊，他念不退呀、啊，念念。与真如相应，念念与自信相应啊。那从初住菩萨到妙觉位要多长时间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啊，当中经历四十一个阶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在上叫妙觉啊，到妙觉这才圆满了啊，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决定没有杂念啊，我们今天讲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还有杂念加进来啊，初住以上就没有了啊。我们知道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大乘里面所说全教菩萨没见性，他都做不到啊，他们还是四上法性啊。由此可知，所谓顺理法性的，都是从随四法性不断向上提升才达到的啊，没有四，没有经历四，哪来的理啊？啊，所以四法性怎样能保持住不退？没别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为什么？就是为随四法性。啊，那么由此可知，随四法性啊，保持不退转，你就不能离开经教啊。经教是我们的指南，我们旅行，经教就是地图，不会迷失方向。啊，不依经教，肯定就走错路了。
啊，经教以一种就够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太多了，会走岔路。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佛陀教人他有两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讲殊谛，第二个原则讲真谛啊，殊谛上随俗恒顺众生，那为什么顺着你？不顺着你，你不会进来。啊，你喜欢什么，佛就教你什么，引诱你进门。进门之后，跟你讲真理。啊，那就不是随俗，随顺真谛，跟你讲真谛。啊，可是戒禁戒淫入门之后，什么时候再跟你讲真的？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有人三五年，有人十几二十年，有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等到下一辈子。佛教化众生，成就众生，不是一时的，生生世世啊！所以佛的恩德大了啊！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啊，我们都要知道啊，记住《大乘经》上所说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无论我们的灵魂也好，灵性也好，跑到哪一界，佛通通看见。那佛对于你过去、现在、未来，全都知道。那所以他会在最适当的时间以巧妙的神通方便接引你，帮助你回头。啊，这是他善教啊。那我们具备的条件呢，要善学。啊，善学没别的。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老实听话，真干，啊，具备这个条件的人叫善学，啊，真正遇到善学的人，佛会教他什么法门？给诸位说，肯定是教他。无量寿经念佛法门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决定不走一点弯路啊！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不容易啊。这个法门是有名的难行之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我学佛学佛是从学哲学进来的，
这个念佛法门很难接受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他就劝了我十年，我不反对这个法门，我不想学这个法门。啊，认为什么呢？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啊，我欢喜华严，啊，欢喜大乘经论，啊，总想广学多闻。啊，老师用很多方法来劝告，我很感激，没听话。啊，一直到我自己讲《华严经》，也十几年的时间，讲了一半，啊，差不多讲七八年，啊，突然有一天就心血来潮，想到文殊普贤，他修什么法门？啊，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经没讲完吗？啊，查后面的。啊，在四十华严第39卷里面看到了。这两位菩萨都是修净土，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再回头看善财童子，明白了，善财童子在文殊会上开悟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文殊菩萨会上，他就证得初住啊，老师命令他去参学啊，特别介绍他参访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专修般若三昧。般若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中国人跟印度人这个地方是相似的，先入为主。你看参访证，那介绍念佛法门不是别的法门啊。五十三参就是代表84000法门。那得先入为主啊。当中这51个善知识，那都是诸佛菩萨啊，给他展现一切不同的法门啊，所谓的84000法门，他都去看参观了，都去了解了，感恩善知识的教诲。啊，礼慈，礼是礼拜，慈是不虚。他明了，他不虚，他还是念他的阿弥陀佛。方向目标没有变，
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万法归宗啊，这个宗就是极乐世界啊！我相信这个法门是这么来的。啊，如果不讲《华严经》的话，就不知道净土法门之可贵。啊，没有重视它。啊，是看到华严、法华、楞严这么多大经大论，后头的目标全是极乐世界，啊，全是阿弥陀佛，这是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得来不容易。啊，学佛大概学了20多年才认识法门，真叫难信之法。所以顺理发心这里说得好啊，啊，顺理发心决定没有退转了。是什么人？菩萨行人，菩萨行人就是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所以难能得法啊，发真的真心啊，那随时发心，那这四句话他真做到啊，他不是说着玩的。啊，他断烦恼是为度众生，他修法门也是为度众生，他成佛道还是为度众生。断烦恼、修法门、成佛道是手段，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他的目标。你自己不成就，你就成就不了别人。啊，教别人先要把自己教会。啊，四弘誓愿这四句我们也清楚也明白了。断烦恼从哪里开始？从持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无始戒以来，十方三世诸菩萨能修成佛道，都是用这个方法，没有例外的。这个要相信啊！啊，戒定慧这一条大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走的路，决定不错。啊，你要不遵循，你就不能成就。啊，你遇到境界现前，你会退转。啊，这是一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修行人，到晚年退转了，我们理解，我们知道那是正常。啊，为什么呢？他的根不深，
本不固。啊，他没有从根本上下功夫。啊，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退缘太多了，力量太强了。你处在这个社会，你能不退转？那是什么样的人？菩萨性人。啊，不是菩萨性人不行。啊，菩萨性人为了要保持自己在菩提道上不退转，不能不在经教上下功夫啊！啊，经教还要懂得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那个根才真的扎得稳。你如果涉猎太多太杂，那不坚固啊！哎，还是容易倒下来。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祖祖相传的一个老办法。啊，但是现在科学不认同。啊，圣贤人认同。你是听科学的还是听圣贤的？啊，科学家如果成圣成贤了，他就通了，他就点头了。啊，这没错。啊，我们也有理由。科学家将来会学佛，他们成就会比我们快。啊，这个心一发，菩提心一发，功德无边啊！菩提心一发。如果是不退，从事上来讲，他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他得到龙天善神的拥护，为什么？他没有自己，他是为苦难众生。谁不佩服？啊，所以底下说，假使诸佛穷戒言说，这不是一尊佛，一切诸佛。不是一时间言说，穷尽未来季节言说。说什么呢？说他的功德都说不尽，又不能尽。这话是佛说的，真话不是假话。净宗的修学，我们所依据的啊，经典指导的原则就是《观无量寿佛经》里头的净业三福。你要记住，它叫三福，福报啊！啊，三种福报啊！啊，第一，你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人天福报，你能把这四句做到了，你的人天福报啊！
与菩提心相应，那人天的大福报啊！在人间是人王，在天上是天王。你是来救度众生的，虽有福报，他不是来享福的。这福报给众生享啊。啊，这一个人有福报啊，众多的人享他的福啊。啊，第二条，小乘的福比这个高了，不在人天。他只有三句话：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什么？这是四表。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是十法界的福报。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是人天福报，这十法界的福报。啊，最后一个，第三大乘，第一句发菩提心，第二句深信因果。啊，这个因果，我们也搞了好多年，才明白了。不是普通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我们初学都懂啊。那大乘菩萨讲的因果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因果最后我们晓得只有一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太多人不知道。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这个地方讲深信因果是讲这个，不是讲别的。我们初学的时候，对这一句话非常疑惑。他这一句话要摆在第一条，我们不疑惑。他摆在第三条，我们疑惑了。难道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不知道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吗？那讲不通啊！啊，到以后才真正明白了，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专讲这个的，不是讲其他的。啊，读诵大乘。啊，大乘经跟自己有缘的啊，喜欢爱好啊，自己能力能够接受的，选一种，决定不改变，要从这一部经典念到明心见性，就成功了。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跟佛说的很相似，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看你这一本书从头念到尾念了一千遍，其义自见就是明心见性了。啊，为什么？读一本书叫持戒，守规矩啊！我就念这一本，念完了从头再念的，那不涉猎其他东西啊，这叫持戒，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我们相信，念到一半，你就得三昧了。你念无量寿经
就得念佛三昧。你念华严经得念得华严三昧，你就得三昧了。三昧是定啊。啊，得到定之后，你还是跟平常一样继续努力啊，每天还是去度他。我相信不到度完啊，不到度满一千遍，你就开悟了。这就是因界的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目的就达到了。啊，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个一切经，一切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个方法妙极了。啊，科学没办法。啊，科学所求的东西，绝大部分知识，不是智慧。智慧从定中来的。啊，知识是从学习当中来的。啊，不是从清净心来的。啊，智慧从清净心，所以它跟佛法本质上不相同。啊，那么他今天所知道的，跟大乘教越来越像了，越来越接近了。这个佛说过了，佛要不说过，我们会感觉到很压抑。啊，佛说。用意识啊，意识就是思维想象，用这个心，这是第六意识心啊，八个识里面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大啊，它对外能够圆到虚空法界，它对内呢能够圆到阿赖耶啊，阿赖耶什么？宇宙的缘起，叫赖耶缘起，它能圆到这么大的能力。那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真的做到了。啊，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说，用最先进的仪器来观察宇宙，探索太空，实际上只能够观察到宇宙的10%，还有90%的宇宙啊不见了。他说出这么一句话，这个话我们听得懂。90%的宇宙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回归自信，你就见不到了吗？你什么样的方法你也探测不到了？为什么呢？自信，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你没办法探着探着它啊，在我们净土宗里叫常寂光，他回到常寂光去了啊，那这个科学他没办法了，回到常寂光他不知道了啊。微观的量子力学啊，他们观察看到宇宙真这些现象假的，不是真的
啊，特别明显的物质现象。啊，物质的本质是什么？意念。啊，意念是精神现象，不是物质现象。就是说，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意念来的。精神创造了物质，这个被他看出来了。可是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无中生有。啊，那这个佛比他讲的清楚。啊，精神现象从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怎么变现？因念不绝。因念不绝没有原因。因念不绝没开始。所以叫无始无明。啊，这一桩事情佛说得很好，唯正方知。你要不正，你不会知道，说不出来。啊，言语道断，心性出明。什么时候正知呢？佛说了，八地以上。啊，换一句话说，对于这桩事情真正知道、了解透彻的。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最上面的菩萨位，最上面的五个阶级，他们知道。七地菩萨以下的都不知道。啊，那他们知道的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是解悟，在经典里面看到。明白了，不怀疑了，但是自己没有真的。啊，科学家是借仪器观察发现的。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啊，科学跟哲学都在探索啊，宇宙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发生的？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生命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啊！大乘经上全给我们解决了。啊，虽然我们明白了，大乘经上搞清楚明白了，最后佛的要求。还是要求自己清正，你才得受用啊！你如果没有正德的话，得不到受用啊！这个受用是大自在啊！啊，这个受真正的受用也是无法想象的啊，没有方法来说明的啊，真的是。唯正方知，这句话讲的非常非常之好。下面袁小思，这是唐朝时代的这个韩国的法师啊。袁小思所谓随思发现，即是前文之袁氏菩提心。其顺理发心呢，即前之原理菩提心，以宗要交响，故被录之。啊，这元晓大师的这个宗要，对这一段这个解释比较详细。啊，所以完全揭露了这次的。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又劝发菩提心闻，曰：发菩提者啊，发菩提心，
诸善中王。这句话说得好啊，我们不要讲随顺利，就世间法来讲，随事世间法里头，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菩提心是断恶修善的大圆满啊，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啊，这个心一发了，断恶修善就圆满。你想想看。啊，是吧？为度众生，他不为自己。第一条嘛，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众生，没为自己啊。我们今天菩提心发不出来在哪里？没有把自己放下。啊，谁发菩提呢？我发菩提，就我在里头。不知道我见我执是最严重的障碍，不知道这种事情啊！啊，什么事情有我了，就完了。为什么？你所造作的是六道的业，只要有我在里头，啊，所以为什么须陀洹跟粗心位的菩萨称为小圣？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那凡圣差别在哪呢？一个是有我，一个无我，一个真的把我放下了，他觉悟了，啊，这身体不是我。于是他才肯把这个身体当作一个工具来为众生服务。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没觉得可惜。而且在六道里面可以随意选择身体，他有这个能力。这能力从哪里？从无我来的。啊，无我就没有自私自利啊，无我就没有贪嗔痴慢啊，无我也就没有是非人我啊，全是从我那个地方生出来的啊。啊，所以佛法头一个就是破魔见。啊，五种见惑里头，身见，啊，摆在第一，啊，第二个边见，边见是对立，啊，无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对立了，有我就对立，啊，不要看到这是小事，在修行真正用功，这是起码的功夫，啊，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功？把这个起码的功夫最小的东西疏忽了，因为这个不重要啊，因为弟子规不重要啊，所以戒律不能成就这大乘讲到究竟的根本，不能不破我执。啊，一定要知道，它不是真的，它是个假的，而且它妨碍碍事。
障碍真正，你把它放下，障碍就没有了。你看见惑下面所说的，边界，见取见，见取见，邪见，都是从身见来的，身见没有了，统统就没有了。我都没有了，哪来的对立？我没有了，哪来的成见？所以《金刚经》前半部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这受，受者相。谁证得的？须陀洹。这经文人讲得很清楚吧。须陀洹证得了。所以他入了圣流了。圣人这一流的。有我，你永远是凡夫。六道凡夫，那不是圣人。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会放下。还放不下了，还是没搞清楚，还是没听懂，放不下。放不下只有一个方法，了生死出三界，那就是念佛。这一部经上告诉我们念的方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菩提心是讲随侍菩提心，随侍菩提心是讲最善巧的随侍，那就是你一心一意啊，想求生净土，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专注到极处，也就是心里头没有其他的杂念了。什么念头没有？我只有这一念，我这一生就这一桩事情，其他东西都不要了，我就是要求生净去极乐世界，就是要见阿弥陀佛。这叫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可以成就，不可思议。你升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你得到些什么东西？48愿就是你所得到的。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加持给你的。你才真正知道发菩提心的善，诸善众王，没有比这个更善了。自己得度了，永远超越轮回了，不但超越轮回，永远超越十法界了。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没有能力自己先干，出家在家，你看看真干的人，一般说起来时间都不超过3年，他就成功了。临走的时候瑞相稀有，现身说法。
啊，给念佛的人做作证转。啊，我给你做证明，你看我念佛三年成就了，这自性化他了，他做到了。下面《无量寿经起心论》云：“是知菩提心者，诸佛之本源，众生之慧命，才发此心，已成佛道。”《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造的，啊，这一位大居士在清朝这一代佛学里面学佛的人当中，他的成就是大家赞叹的。啊，这个人从小就聪明绝顶，你看他的传记，他以童子的身份考中了进士，这个童子就不满20岁，啊，20岁叫成年，就不叫童子了，就大人了，啊，古时候20岁行官礼，啊，就戴帽子行官礼，成年了。啊，应该是在19岁的时候，啊，考取进士了。啊，是在那个时代最高的学位。啊，他一生没做官，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就是现在讲的国防部长，所以他是高干子弟。啊，家里生活没问题，所以他不需要去做事，他一生在家学佛。啊，考取进士也不做官。真的是佛家讲的，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大居士啊，啊，著作很多啊，这个《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啊，嗯，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你看，是知菩提心者，诸佛之本源。菩提心就是中国世俗里面讲的立志，人要不立志，你这一生无论怎样努力，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立志就是立定一个方向，立定一个目标，我所有一切的这个精神力量都集中在这个目标上，我一定要达到啊，佛家叫发心。啊，你立下这个目标，我一定要断烦恼。烦恼就真断了。我立志学法门，这法门就真学了。啊，我立志要成佛道。
净宗往生就成佛道，比其他的法门容易。其他的法门要把三种烦恼断掉啊，无明烦恼断掉，尘沙烦恼断掉，见思烦恼断掉，这才叫成佛啊！往生极乐世界，不，三种烦恼通通都没有断，这个不容易啊！只要您能把烦恼扶住，它没断，扶住它不起作用，它起作用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决定的是啊，在什么时候呢？在临命中的最后一念，你看看妙不妙？一生做的行业不管你，最后临命中时咽气那一声是阿弥陀佛，他就往生。这人家讲这太侥幸了吧，太便宜了吧？是便宜，可是怎么样呢？谁能保得住临命中的一念是阿弥陀佛？这个可不是简单事情啊！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了，临命中是要有三个条件，你就都具足，你就往生了啊！第一个条件是头脑清楚，一点不迷惑。如果临命中是头脑迷惑了，家里人来都不认识了，那就麻烦大了。那现在讲老人痴呆症是最可怕的啊！你看临终这一念说头脑清楚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来劝导你啊，劝你念佛，劝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遇到这种人啊，这也不容易遇到的 啊。第三，遇到的是听话，一听马上就接受，立刻就念，这就成功了。你看看容不容易？还有临终之后，一般人啊，呼吸没有了，气断了，那灵魂没走啊，啊，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他舍不得他的身体，他还执着那是他。啊，一般来讲呢，绝大多数八个小时，他才会离开。所以，经典里面告诉我，断气之后八小时不要碰他，碰他什么？他生烦恼，那他会发脾气。那临命终时一发脾气，你地狱去了。最后一念是贪心，魔鬼道去了。如果是嗔恚，就地狱道；如果是愚痴糊涂，就畜生道。那一念是关键啊！现在人很多不知道啊，临终不能够急救啊，一急救那他痛苦到极处啊，他生怨恨啊，那个怨恨心一生起，他一急救，急救什么？急救就送他到地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很多医生都知道，医生问你要不要急救，你要说不要急救，他点头，
他赞成。那换一句话说，在临命终时，决定不要让他起贪嗔痴，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是平平安安的送他走，这就对了。啊，欢欢喜喜，他走的时候全身柔软，那就肯定不到三恶道。如果到三恶道去，他身体是僵硬的，如果全身柔软的话，决定不到三恶道。这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读了这个才晓得发心重要，诸佛的本愿，成佛的根本啊。佛无我，佛没有私心，啊，佛的心里面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他包容，他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佛。啊，包容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如果能包容，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他没有执着，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啊，他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六道凡夫。啊，佛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记住啊，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这众生的慧命，才发此心，已成佛道。啊，菩提心一发就成佛了。啊，我们发了是不是成佛了？也成佛了。可是几秒钟，几秒钟以后就不见了，就又回头了。啊，又回到凡夫了。那他不能保持不住啊。啊，一想到我了，他又回来了。啊，为什么？下面说得好，依于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相应故。这个五种智后面会讲到，这是自信本具的智慧般若。啊，华严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这五种智就是如来智慧，是自性里头本具的，人人都有。哎，菩提心跟他相应。那换一句话说，没有菩提心，跟这五种智都不相应。这五种智虽你虽然有，它不起作用。啊，发菩提心，它就起作用。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现在晓得菩提心发不出来，就是执着我，我放不下了，所以菩提心发不出来。啊，真正不知道啊，就佛在经上讲无我，那是真的啊。
啊，真正成佛了，佛讲自信里头有我，叫自信四境得了，有常乐我净。啊，常是什么呢？不生不灭。啊，乐是什么？永远没有苦。这才是乐。啊，有我，我是什么呢？我是自在、主宰。啊，有净，净是清净，一丝毫没有染污。啊，佛讲这四种，这四种净德，法身有，般若有，解脱有。啊，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啊！啊，三德密藏里头，通通有四境德。啊，什么人证得呢？原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所谓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就证得了。啊，没有见性，虽有不起作用啊，虽有真我啊，我们现在搞了个假我，把假我当作真我，啊，麻烦就出在此地。啊，如何能把假我放弃、舍掉了，真我慢慢就能恢复。又经中。三辈往生，皆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三辈往生里头都有这一句话，可见这个东西重要啊！啊，所以。十八愿，古来祖师大德说那是四十八愿的核心。那我们晓得十九、二十这两愿是十八愿的补充。没有这十八愿，这没有这个十九、二十，这十八愿也做不到。可见发菩提心是为首要啊，因此第十九为文明发心，正住第二十、二十六愿文明得福，文明得的福都不可思议。啊，何况发心，何况认真学习，认真修行。事出事法里头，第一福，发心念佛，真正发心念佛。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么现在我们也发心了，我们也念佛了，摆在眼前的事情统统不能解决。这怎么回事情？我们的发心不是清净心，我们的念佛不是一向专念，我们是多向杂念，所以这佛号不起作用啊。
那都像残念呢。那问题在自己，不在方法上，经典上没说错啊。啊，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能解错了，一个是我们自己疏忽了，太大意了。啊，总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而没有随顺经典的教诲。我们出在这里吗？啊，在怪佛经上不灵，那罪过可就大了。啊，不知道反省啊。啊，去怪这经典上不灵，啊，错了。啊，第四十七愿，文明的人，啊，都是说文明。听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福的人。啊，这文明功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念这一声佛号，周边有人听到啊，人没听到，有鬼神听到啊，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众生他听到啊。啊，他听到他有福啊。那有一点修行功底的人，他听到他得人了。啊，什么叫得人呢？譬如你遇到了逆境恶缘，心里头很不平衡，听到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心就摆平了，算了，不用再计较了。这是得人。你对于这个法门经典了解的越深，那个人的功夫啊也越深，力量也越大。不但得人，人里面开智慧，就能很顺利地把问题解决。啊，故此愿理应是为因闻佛名号，蒙佛加庇，发菩提心。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确实，闻佛名号就得佛的加持。啊，可是这个里头呢，关键，你对于佛要有尊重的心，要有敬意。啊，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你要真心。你能理解，啊，你对佛恭敬，啊，印祖所说的，一分诚敬，啊，真诚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就得十分利益，啊，我们听这句佛号，就看你有几分的恭敬心，你得几分的福，啊，你得几分的人。你得几分的慧，完全看你的沉浸。没有沉浸，听再多他也得不到。啊，这个道理还是世尊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相生。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全在心想，这很重要啊。
幕后这两句，弥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愿王弘誓愿离不可思议，愿王就是阿弥陀佛。他的48愿这个弘誓就是48愿，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是专指第18愿。这个18愿，第18愿这个愿呢，发心就学到此地。下面讲呢，发心之后得有行动，心发了没有行动，这个发心就落空了。后面行动里面，修诸功德，昼夜不断。这是表发大心之后要有大心要真干真干干些什么？还是菩提心里头的。我真的要断烦恼，真的要学法门，真的要成佛道。成佛道，一步一步往上升。你看，从实心初心，我提升到二心，提升到三心，就跟念书一样嘛。你从上学那一天读一年级，到成佛是52年级，52个阶级，你要不断往上提升的，很难呢。一生当中提升到最高的等级不容易。可是一生当中呢，提升到下面几个等级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说实在话，能够有虚脱环的条件，有实性里面初性的这个条件，往生极乐世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而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在同居土，是在方便有余土。那为什么呢？你是小小圣，你不是凡夫。所以凡圣同居土往生的，没有证到小圣的地位，没有证的。那方便有余土呢？是用华严经上来讲，实性位的菩萨，实性位的菩萨是方便有余土。净土是讲9品，初性位、二性位，这个都是方便有余土里面下品下生，在下品中生、下品上生，一直到上品上生。上品上生是实性位，实性是上品上生。九性是上品众生，8性是上品下生。你这样看，你就要了解了。不一样啊。
啊，那倒是初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因为他是法身菩萨了。啊，十报庄严土里头有41个阶级，啊，他们住十报土，啊，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同居土跟方便土，通通都是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不得了啊！啊，这一段我们还没讲到啊，阿惟越致也在这一章里头最后一句啊，临终戒饮啊，第20临终戒饮的是走阿惟越致菩萨啊，一心念佛，昼夜不断。48愿，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很透彻，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就很熟悉了，不陌生了。啊，也自己知道自己确实能够往生。啊，我明了，我真能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啊，心要法，假的也行。啊，凡圣同居土嘛，假的也行。假的不发的时候，不发还是发了。你看，我一心想到极乐世界，一心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很多念佛的老阿公、老阿婆往生极乐世界，啊，瑞相稀有。你问他发菩提心没有，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他只是想着我要到极乐世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就行了，啊，这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很难得了。啊，修诸大行，是为第19愿之全文。那么修什么？经上给我们说明白了，6波罗蜜，这是菩萨行。6大类，啊，这6个大纲，每一个大纲里面无量无边的细节，啊，都要懂，啊，1乘6度。度者度生死海，到涅槃之岸也。这个生死还是比喻深广无际呀。生死有2种，一种是分段生死，啊，像我们这个身体到这个世间来，啊，来投胎。到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段一段一段的生死啊。另外一种呢叫变异生死啊，它跟这个性质不一样啊。比如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真修真干，真把身见边见放下，那我们就是小乘，就是须陀洹。大乘呢，我们就是初心位的菩萨，这叫变异生死啊。我们在凡夫这个身呢死了啊，小小身呢我们生了，我们升级了，我们升到那里去了，就好像学校念书啊，念1年级，升到2年级了，1年级死了，2年级生了。2年级死了，3年级生了，这种叫变异。变异是，因为为什么叫变异成生死这样？你要吃苦头，你得好好用功念1年啊，你才能提升嘛。啊，你修行也修得很苦，啊，
没有这个苦行，你提不上去。啊，这个苦行叫变异生死，取这个意思。两种生死都断了，这是涅槃。小乘证的阿罗汉，啊，在小乘里面修行圆满。啊，小乘的变异生死圆满了，但是他回小向大，大乘变异生死再来。啊，那直接在大乘呢？那我们知道，小乘的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十性里面的第七性。啊，断证的功夫跟七性菩萨相等，就是见思烦恼统统断了，啊，六道轮回没有了，啊，小乘三苦阿那含都没有出六道，阿罗汉才出六道，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六性菩萨没有出六道轮回，七性出了，啊，七性才超出，啊，那么七八九十我们就很清楚，啊，两个一对照就知道，啊，七性位是阿罗汉，八性位是辟支佛，九性位是菩萨，十性位是佛，就是十法界四圣法界，啊。那么到再向上去，这才离开十法界，初住菩萨，啊，十法界没有了，他提升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里面修行没有修行的形象，无功用道，那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就没有形象，他是无始无明习气，自自然然的消失了。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三个阿僧祇劫，就是无始无明习气都难断。啊，这个东西断掉之后，就回归自性。啊，就是科学家讲了，这宇宙不见了。回归自性，啊，他们说不见了，我们晓得，啊，不是不见了，回归自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